11点50分，哦，请各位站长啊，底部啊，包括啊，我们的浮具啊，它全部都可以。啊，那这一种啊，耐久性大概40载有20年，让人感受到。好了，看开一点啦、啊。其实那个鱼啊，是我们两台配合的啦。下午明天还要再表演的，对不对？这个抓起来，而且啊。 这个环境啊，生态啊，我们各位嘉宾啊，无情冷漠，以无知啊，是最大的杀手。今天有没有看过这么爱线的船长？<笑>好，来注意看一下哦。这个网具哈、哦，撒这个时候网要靠两粒哈、哦，一个叫靠背，一个叫靠腰。<笑>啊，来看一下哦，我们现在呢。 要给船长倒数，我们从5开始哈、哦，这个是传统的捕鱼方式哦。来，5、4、3、2、1，哇，圆的对不对？啊，可是呢，圆它是基本的哦。如果这个地方它是长方形的话，你一撒出来就要椭圆形。最重要就是它不能挂网哈、哦，不能打到障碍物哈、哦。好了，我们准备来期待一下什么东西？
我们来期待什么？黑妹平路会游泳哦。螃蟹，螃蟹。哎，鱼儿。船长刚刚有说要抓鱼吗？我们上次呢有一个高雄的小学哈、哦，我说我们要来期待什么？那个同学说他要期待船长掉下去。来看一下下哈、哦，哎，捕获率好不好哦？有没有鱼呢？你们认为有没有哎、欸？有没有？哇！哇！鹅啊哈，还有一条好小的鱼，那个叫刀啊鱼、豆仔鱼哈。那个叫鹅啊鱼。鹅啊鱼，它的形状是像个圆形，很像八卦一样哈。现在会撒这个手网的人已经很少了哈，所以各位同学坐一下，我这边的同学请坐下，对面的同学你可以站起来哈，不要离开你的位置哈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下，来，船长准备要来撒这个手网哈，来要照相，稍后一下，我们请船长帮你铺板子哈。直接在板子上就好了。好，来，各位同学，如果你带手机、带照相机的话呢，你可以帮老师。哦，你们很喜欢看林老师下海是不是？那林老师就勉为其难一下吧。这是真正的记者哦，不是那个业余的记者哦，这个是南天电视台的哦。来，阿弟你可以。哦，好，来，啊，学生好不好？好，相当不好，来考整天。好，来，我们这一趟行问候一下，来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好。都不好是不是？大家好。相当不好哈，来考整天家子。好，来，我们先请坐哈，麻烦一下各位老师，我们先请坐坐一下，因为船它会摇晃哈，你如果起来走动会影响到我们的安全。来来，记者要来了，还要上电视哦。等一下看到记者要挥手啊。哎。哦。怎么穿会吗？会。会来，谁会的？好，你来做示范一下，这样哦。然后用日晒的方法把水晒干，以后剩下的是盐，哦，就是这样盐田会叫盐。You